我是想要知道有没有那么厉害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先跟我说，我好。好，来。好。那你们有什么话讲？谢谢大家，很开心跟你们相遇。开始。好硬哦，为什么那么硬？我们身体在转过来。平常压力算算多大？可以哈。蛮大的。太紧张。然后我们今天要来一个突然很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对对对对，好，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 YouTuber， 对，今天最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一下。哎，你自己介绍元气，你不用介绍我，你不用，你有名，你太有名了，这跟美不对，这跟漂亮不漂亮，见色忘友，这跟身高比较有关系。我不能讲这种话，反正我们等一下就看一看，调一调到底怎么样。今天做一个见证，好，最主要你帮我见证一下它这中间的感觉是如何，差异是如何，没问题，好不好 ？OK， go。我们今天有两个目的，第一个就是把你的臀给弄好，好。第二件事情就是把身体也把它调轻松。我是想要知道有没有那么厉害，因为我跟你讲，这车太远了，如果没有那么厉害，我就下次不会想坐车来。你知道那个车费600多块，好不好意思，这交给我，交给我，交给我。Here we go。下的，好，趴着哦，借我一下哈。好，好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先跟我说，我很好。不要跟他讲，不要跟他讲。那你先跟他沟通。我们先确认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右边的臀部原则上会比左边还要酸，我们试一下这感觉。哦。跟这边的感觉。嗯，右边比较酸。好，来。好。那你们有什么话要讲？谢谢大家，很开心跟你们相遇。要跟你说开始还是不用？好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好，开始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，可以。他故作坚强。还有鱼吗？好，好很多了。你现在帮我做一件事，先站起来，伸个懒腰，感觉一下身体的状态，就是真的角度。那我们等一下都看一下角度。好好。你助理嘛，是不是？嗯，对。他看你这样，你要不要让他给他感觉一下那种？可以啊，他入镜吗？有可能哦，看不是哦。反正又没擦，你就整个都盖住了，要不要？有没有感觉一下？好啊，好啊，还可以耶。好，我帮你拿。Here we go。好，来头转一下右半边，是轻松的吗？嗯。然后看前面两个头，我是蛮酷的。然后最后是我们刚刚摸地板的部分嘛。嗯。来，请 go。哦，他刚刚是单十指嘛，现在大概七，差很多哎，七有差吗？有差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他腿，直接测了。好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二七，行，那直接少一公分，因为你现在自己没看到差别，对，好不好？你想现场看，还是你想之后自己回家慢慢？之后回家慢慢看，赞叹一下。你现在轻松挺胸，你这一块啊也是跟他一模一样哦，他凸中间，中段啊，我是凸这边，对，你是凸上段啊，怎么办？如果我凸上段，我觉得这样很丑，要怎么改善？你基本上有那种滚筒有没有？嗯、你可以去滚它，让它把这曲度拉回来哦。那一方面就是我慢慢把那肌肉放松，把它推开也可以。OK OK。对。亚当老师。OK OK。好劲哦，为什么那么劲？我们身体在转过来，平常压力算算多大？头这也可以，可以哈，蛮大的。太紧了，他太紧张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放松。唯一能放松，你直接躺着好了。我现在淡定的。哦哦。来看一下左边，看到底也蛮多的。哦，很多哎。好了，超离谱。我们看一下这边整个身体状况，我们再试一下看那个特写。来看右边，看到底一样。来看前面仰头，哦，也比较仰。Okay, 好，再看一下左半边，有比较松哦。有，有，很松。他就这样，习惯。所以那个没有，这样才是正常的。对对对。所以这样如果从香港来，这样感觉 OK 吗？哎，我觉得 OK。真的 OK。有姿。就等你这句话。而且速度又很快。对啊。
很明显，就是马上就会有。有。OK OK。搞定。那我想问你，就是说现在目前这样整个做起来的感觉，跟你这以往的想法，感觉有什么差？我原本以为时间会很久，对，然后因为我看人家 YT 就一直在叫，所以应该这个时间会很长，可是其实比我想象中快，我觉得是好的，因为我不喜欢就是浪费太多时间，就是快速然后又有效是最厉害的。然后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原来我身体有问题的地方那么多，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紧的是脖子，对，但没想到我的腿也很歪，然后就是我刚刚测试给你看，自己知道吗？对，然后我没想到连就是胸后面这一块，就是刚不是咔咔吗？那块就是开胸吗？可以这样说吗？就是把它撑开了，把它撑开那种感觉，对对对，又我觉得很厉害，应该 是因为我在呼吸。会 KK， 就觉得有点压迫，有时候胸闷那种感觉。其实我要跟大家讲，讲到呼吸这件事情，它除了后面会压迫到之外，前面也会。像你们有时候我们胸部它也会有，像有时候我们在用手机，通常因为你们都用手机工作，或者我们在剪片之类的话，都是这样勾着。这样勾着。那我们这边因为呼吸是整个横膈膜这边会打开，是，包含侧边打开。如果只有后面松开的话，前面没有松开，它前面还是会绑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，就是用我们的拇指把它这边去压开。压中间这一块，压中间慢慢把它压上去，甚至中间这边的手指往外拨，对，慢慢把它拨散。可是你不要拨太大，尤其女性，千万不要拨太大，会外扩。所以就是大概中间那一小段把它拨开就好，顺顺。Here we go。女生这样也是蛮累的啊，但是记得平常松隔大概两三分钟，不用把它堆到很长。就是有空想到就按一下按一下。对，因为你等到很长，就像你，我刚刚测一下，你压，你们发现左右脚差很多。有，对，那就是最大的。也没想到我那么脆，咔咔咔，我是算很大声哦，算蛮大声。所以那个有时候饼干的那个厂商可以找一下，可以找一下。对，真的，其实我很适合，真的。我刚还有你那个助理有体验，对对对，香港来的朋友，香港朋友，来来来，欢迎。体验如何？我觉得很不错，很不错，就马上有那个效果，松开的感觉，对，就是不会只是觉得，当他觉得，好像感觉不知道哪里有感觉，哪里没感觉，就是不知道，不知道到底哪里发生问题，至少知道在干嘛了。对，现在就是知道在干嘛，好不好？希望你那个多推荐香港朋友，多坐飞机来啊，对对对对，坐飞机来，反正香港飞到那边比台北坐到高雄都还觉得划算，对，是没错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好吧，真的也非常感谢雨熙啦，谢谢亚当，那就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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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